田大侠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某位自媒体大咖的行为。那么关于田大侠举报的内容，这位当事人的行为能不能构成视频剧本造假违规呢？做一个简单的分析，不针对任何人。首先来说，田大侠举报方式是这位自媒体大咖摆拍卖惨，带歪了社会价值观，利用卖惨打造自己的人设，搞直播带货虚假的相亲剧情，网暴别人，利用老实人的一些面孔，让社会上的一些小老板来扶持他这个有手有脚的一个人。听完这些举报内容，里面的词语用的都是很对症，但是这些举报内容需要证实，真的要查证有点难。这些举报内容也可以说这位博主只是擦边球，说他违规也有嫌疑，说他不违规表面上看去都是正能量。就拿相亲来说，这件事属于两面性，都有过错，违规是肯定的，谈不到多大的违规。要说自媒体卖惨立人设博同情，这个是做自媒体每个大主播的常态，说他违规还真的不太好定论。关于给这位有手有脚的小哥盖房子，有几位主播大咖自愿资助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从社会风气来看有点走偏，为了想当网红啥都愿意做。但是要说举报违规也有点难，如果真要拿出来实质性的举报违规，这些远远不够，因为这些对于平台来说都是有利的，必须拿出不利于平台的一些内容，大家懂得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